际在新生里的关怀据点顿时成了简易厨房。志工们忙里忙外，为的就是让来参与祈福会的民众体验舒适飨宴。大赞！两个小朋友一人带一个竹筒来，听阿妈的话，行善助人。对，所以可以做好事，我也想做好事，所以我就去投这个铺满。我想说跟，如果给大爱台的话，可以跟全球的善友还有师兄师姐大家结缘。婆婆妈妈演短剧，平常用的购物袋、环保杯全带上场，倡导环保。家己拢有分类啊，你讲迄落款塑胶杆啊啦，啊个迄清洁在源头啵，那是拢洗洗啦，洗清洁。这个关怀据点平常就会举办长者活动，里民交流热络，环保理念有志一同。带新闻真善美志工庄玲玉、蒋文龙台北报道。